同大家一齐玩万圣节，不过唔系净系我同埋电视隔篱嘅你，仲有好多小朋友一齐玩啊！一齐睇下玩乜嘢啦！準備了很多南瓜，南瓜啊！可以泡製這個萬聖節大餐啊！哇，陣間有很多小朋友來一起玩的，我們布置好先。哇，還有很多南瓜燈仔啊！嘻嘻，等我著著它先。认唔认得我戴住呢顶系女巫，女巫嘅帽啊，仲有只鞋仔啊，我挂佢上嚟呢度先。哎呀，高啲，高啲，啊！哇哇！呢度又装饰啲咩好？哇，看不看到有好大隻蜘蛛，蜘蛛哇，還有好大個蜘蛛網，蜘蛛網哇，可能有啲小朋友曳曳會整冧佢，大家都唔可以過嚟㗎嚇。咁我呢綁好啲風帶封住佢，等你哋自己過唔到嚟，唔好整冧佢啊！我有份幫手佈置噶。哇！哇！好快喎！咦？我手上邊都攞住咗只蜘蛛，蜘蛛啊！蜘蛛有幾多隻腳噶？有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八只脚，八只脚噶喎！啊，我挂咗佢呢度先。哇，好大个南瓜啊！有几多个南瓜咧？呢度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南瓜喎！咦 ？Hello， 边个喺度揽住我？原来有个骷髅骨头，骷髅骨头嚟嘅。你唔好揽住我啦，你玩电单车啦。啊！哎呀！啊！好啦。今次啲万圣节主题嘅布置都差唔多啦，哇！开始有小朋友到啦，好啦，准备好一齐玩万圣节派对啦！哇！大家都着咗扮鬼扮马嘅服装，好得意，好可爱啊！咦？不过争少少乜嘢呢？小朋友，我是边个啊？听唔到啊，可唔可以大声啲？卡拉依依喺黑夜，
黑夜之中走出嚟见大家啦！哈哈哈哈！布置得咁靓，梗系影多啲靓相，影靓相啦！万圣节小朋友最中意问 trick or treat， 中文即系唔俾糖就捣蛋。人哋可能会请你食糖，就系 cheat。人哋话 trick， 即系你要做一个任务，例如搞鬼笑样啊，讲笑话啊，咁跟住先俾糖你噶。系咁，万圣节大家会扮咩角色呢？一齐睇下小朋友扮咩啦！我叫南瓜仔，大声啲，南瓜仔系咪啊？南瓜仔仔，哇，仲识揸跑车，揸跑车喎，咁有型噶！同南瓜女女一样，块面有大大细细嘅南瓜喎，两个都第一次画面面，又勇敢又靓仔啊！佢系超级马里奥，超级马里奥啊！系咁，佢妹妹呢？我就玩啦，全部小朋友化完，我哋再玩啦。因为我哋玩好耐噶，玩两个钟。你系乜嘢啊？你今日系 Super Mario， 你呢？不羁公主，英文叫咩啊？Princess Peach， 好好味嘅肚系咪啊？呢个系最大嘅哥哥，你几多岁啊？八岁，耶！两兄妹之后就系全世界都认识嘅两姊妹，两姊妹啊！就算唔系万圣节，都好多人中意扮佢哋噶。平时唔争玩具嗰阵，系咪都系咁 friend 咁 sweet 噶？哪里噶？好啦，你哋系乜嘢公主啊？你介绍先，慢慢讲。我系 Elsa。你呢？我系 Anna。大声啲。我系 Anna。好啦，我哋一齐施魔法。耶！圣节化翻个中式娃娃造型先，哇哇，系咪吓亲自己啊？原来呢两个一样样嘅女孩子系有学习唱粤曲、唱粤曲嘅。我哋系，你哋系咪粤剧名伶啊？叫乜嘢啊？我哋系花娘。跟住大家估唔估到呢个男孩子扮边个先？佢着咗件靓衫，不过未戴顶大帽帽，大帽帽啊！同埋佢阵间有一只手会俾鳄鱼食咗啊！冇咗嗰只手，佢就戴咗个铁钩上去啦。你而家系扮紧乜嘢 ？Captain 号，反正我系。你 Captain 号真系铁钩船长系咪啊？哇，好犀利喎！好耶！喺度俾啲掌声佢先。一，叮叮，叮叮啦，惊唔惊啊？唔惊。大家知唔知道魔女、女巫同埋巫婆都系一样识得魔法噶？头先嘅魔女识得飞天、哦，咦？巫婆唔系一个老太婆，好丑样嘅咩？问呢个小巫婆咁可爱、咁靓嘅？好啦 ，Hello， 你系咩角色？小巫婆，大声啲，小巫婆，小巫婆，你咧？我系魔女。
候到職業職業系列了。這個女孩子的職業是夜媽媽都還在做手術，救很多人的。她是不是吃了小巫婆的魔藥呢？塊面有些蝙蝠，蝙蝠的。原來不少男仔想做港鐵車長，港鐵車長的。她喝了小巫婆整大碗魔藥，喝完不是揸港鐵去了揸跑車，還有揸消防車添啊，咁奇怪嘅！你话俾大家听，你系做乜嘢？港铁职员，我系港铁职员。你系港铁职员，你咧？我系芭比拼医生。芭比拼医生，大声啲，医生。医生。啊，我唔舒服啊，点算啊？点算啊？你会唔会救我噶？你阵间再救我啦，好唔好啊？这个哥哥好乖咁同我倾偈喎。你有冇食嘢啊？头先未食啊？未啊？咁你肚唔肚饿啊？唔肚饿。唔肚饿。头先嚟之前食咗。哦，头先嚟之前已经食咗啲嘢啦。点知卡拉姨姨帮佢变脸，越变越劲，就变咗做一只开心鬼，开心鬼啊，变得咁曳曳嘅。你是一隻什麼鬼？鬼？好奇。不過回家洗完面又變回乖乖仔了。輪到動物，動物系列了。牆上那隻黑貓，黑貓想為什麼這隻貓會跳得這麼厲害呢？同樣很喜歡跳跳跳，又是很可愛的小動物，是什麼呢？白色的，有兩隻長耳朵，长耳朵啊！不过而家佢唔系跳，变咗揸消防车嘅。好啦，呢位姐姐你扮乜嘢啊 ？Catboy 系咩卡通片噶 ？PJ 猫。PJ 猫，你哋有冇睇 PJ 猫？有。你扮乜嘢啊？兔仔。兔仔系点样噶？跳嘅，不如我哋一齐跳翻佢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我哋一齐跳翻佢啦。跟住呢个家姐同埋细佬扮嘅系两只宠物，宠物啊，估唔估到系乜嘢宠物啊？你系乜嘢？你系猫猫，你咧？你系边只波波啊 ？Rocky，Rocky 系咪啊？我哋一齐，哇！我住嗰度，哇！我先，哇！咦？呢一只？是不是都是猫猫来的？虽然它都是有尖耳朵，不过等它自己告诉你它是一只什么动物呢？你是一个什么啊？我是一个 Luna Bell。 Luna Bell 是一只什么来的？狐狸。蛤？狐狸。狐狸，狐狸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摆个 pose。 耶，好耶。大家留意一下它的尾巴，尾巴好大条噶。呢两兄妹都是动物，哥哥是一只万圣节周围都见到的昆虫，昆虫嚟噶，跑得快到睇唔到佢，因为佢有好多好多只脚噶。终于坐低睇清楚啦，而佢妹妹当然都有翻咁上下劲啦，就是扮万兽之王啊！即是扮什么动物呢？是这样，八只脚和四只脚的一起比赛会怎样呢？同蜘蛛是好朋友，可以变好多蜘蛛丝出来的英雄人物是哪个啊？变回啲蜘蛛丝和一只蜘蛛在他的面具上面先。
仲有认唔认到呢个靓仔啊？咦，你带茉莉公主周围去嗰张飞毡呢？等我带你飞啦！我系蜘蛛侠，大声啲，蜘蛛侠。咁你咧？阿拉丁。你攞住神灯，同埋呢只系阿布。阿布，阿布系一只咩嚟噶？马骝。马骝仔系咪？好嘢！好得意啊你！下一个冇理由大家估唔到系边个喎，个个都中意去佢间餐厅度食薯条，食薯条啊！靓唔靓啊？靓，系咪好搞笑啊？系啊。好啦，仲有一款食物都系咸咸嘅，好邪恶嘅，小朋友好少会食。不过好多爸爸哥哥好忙嘅时候都会食噶。叔叔，爹弟弟啊？唔系，麦当劳叔叔，麦当劳叔叔，你咧？杯面系咪要冚翻个盖啊？食得未啊？呢个杯面要冚翻个盖先。好啦，等多三分钟就食得噶啦。Hello，Hello 啊！呢个咁色彩缤纷嘅男孩子扮紧乜嘢咧？仲有一个女孩子都系着得好色彩缤纷，哇！仲着埋渔网丝袜啊，几特别，靓唔靓啊？系咪好中意啊？系咪啲轮廓好靓？系啊！你估佢哋两个会唔会表演抛波波或者扭气球俾大家呢？你系一个咩嚟噶？棒棒。你系一支棒棒？你系一支乜嘢嚟噶？你系一个咩嚟噶？你是小丑女是不是？小丑女，小丑女。那你呢？ Dancer。 你是一隻什么？小丑。大声点。小丑女。小丑仔仔这么近望着我是会紧张一点的。小朋友，知不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血血啊？而这个小朋友到了夜晚，两只尖牙尖牙会走咗出嚟啊！佢仲有一个男同伴，又系到咗夜晚，系见到卡拉依依呢一晚，变到力量大增，变咗一只超级吸血鬼啊 ！Are you ready？ 哇！我是一隻吸血僵尸。你呢？我也是一個吸血僵尸。那你两个想做什么啊？吸晒啲血。吸饱未？吸饱未？那快啲吸埋其他小朋友啦！我哋一齐吸埋其他小朋友啦！最后最后呢只小鬼，唔知阵间你哋仲认唔认得佢呢？佢都系中意吸血，吸血噶，又系见到卡拉姨姨嗰晚，佢变咗阿蛋，好 Q， 好 Q， 劲 Q，OK， 哇！而佢系唔识行，净系识跳跳跳跳跳嘅啫。你系一只乜嘢？我僵尸。大声啲！我系一只僵尸。你想做乜嘢？跳。你想跳？好啦，咁你继续跳咯。OK， 我哋继续跳翻入去咯。预备，一二三，跳啊！睇晒咁多个小朋友出场啊，梗系要同卡拉姨姨一起玩一个万圣节版嘅黑夜卜哩哩啦！我数完一百下。就嚟揾佢哋啦！喂，呢度有人大嗌喎！我已经见到啦！点解有个瞓咗个麦当劳叔叔喺度？仲瞓咗只猫喺度？仲瞓咗？大家都惊到鸡飞狗走啦！吓！